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最中立的中国，你觉得究竟联合国未来会是怎么样的？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第四位国家，就是法国，你觉得联合国是一个好的组织吗？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最后一位国家，就是俄国，请问你觉得联合国是一个好的组织吗？ 那到底联合国是什么？